医生，请问阮后生现在情形安怎？目前检查起来拢真正常啦，大部分是这个皮肉伤，啊，伊阁有小可吼脱水，所以这个身体吼会较虚弱。阁好啊，休困几工啊，就会当出院啊。安尼吼，多谢呢。哎，免客气。多谢。太衰啦！佮好你为我操烦啦。你若讲平安无代志吼，啥都无要紧啦。妈妈有想讲，我过去拢遮尔啊无闲，拍拼趁钱，佮是想要互你过较好的日子。结果反倒倒来，煞无甚物时间陪伫你的身躯边，听你讲话，嘛毋知你心肝内伫想啥。妈妈是也感觉足挫折的。妈，你莫安尼讲，是我家己匆忙才会了出这么侪代志，是我想过不好啊。啊，你哪知道不好？以后吼，做任何代志拢爱想个清楚。你这条命是妈妈给你的哦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好好珍惜。唔好跟妈妈伤心，唔好跟我烦恼啊，好。啊，我知了。妈，啊，蔡玲啊，你敢有找到伊？伊今物安怎？敢有平安啊？找到啊，已经也救回来啊，啊，人已经出院吼，倒去厝里休困啊嘞。有平安就好。安尼就好。阿丽吼，嘛是爱紧好起来呢。啊，那无，彩玲嘛真烦恼你哦。你要创啥？你莫紧张啦。我去找彩玲，我好答应伊啊，我一定要找伊啊。哎，等，来，停，先退嘞。你即马吼身体正虚弱，你要哪去找伊啦？我再讲啊，医生，你讲你有听无？我叫你就好好休困，哈？好啦。妹子，我对伊有心咯，我真心过去才妹子。没有诶。妈，这真重要，拜托你，我来找伊好不？妈，妈，拜托。连妈拢赞成我甲聪辉做伙，小等下我就当请闭关医生回去休困，我就当甲聪辉好好讲话啊！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伊甲彩玲放回去。聪辉，啊！聪辉，聪辉！哎呦，你嘛行较慢嘞，行较慢嘞啦！我才想拢无吼，到底是有甚物遐尼啊重要代志？啊，你安尼一醒起来吼，啊，就着急要来。啊，你免等身体较好先才来，无嘛先打电话啊。妈，一句话哦，我一定要记着彩玲，才当当面甲伊讲，因为我有答应伊，若是我互人救出来，我就要甲伊讲。要甲讲啥？彩玲，哇，家伙嘛伫个呢，妈，今仔天气这么好着，你想要先去散步，还是咱先来看电影？拄则爸妈用卡加号当作是未来囝仔来看待啊，我一定要甲伊解释清楚，卡免让伊误会。家豪，哎，稍等，慢点等哦。哈，
生啊？苏丹生，你找家堂。啊？去把领导，领导。好，嗯。哎呦，阿伯啊，人个少年的，你谈恋爱，咱是要做电话求啊约啦。哎呦，我是惊家伙伤过故意啦。没代志啊。哎呦喂呀！哇，看这个扮相吼，免咱两个烦恼啊。啊，嘉禾，看不出你卡手搁吃咩哦？哦，阿你阿姨都放心啊啦。无啦，爸妈，你误会啊啦，不是你想安尼啦。那些丢了，丢了，丢了。哎呦，免歹势啦，但阮妈爸少年过啊。彩玲啊，那是嘉禾哦，爸爸真放心，就你交予伊啦。爸，哎。那讲到这个家伙啊，吼，不是人生做缘投尔，个性够好，哎呦，这体格够正呢啊，吼，对查某囡仔够足好，真好真好，哎呦，给你拍一百分啦，哎呦喂，赞赞赞啊！啊，不是你咧拣红菜啊，手牵遐要创啥？要帮忙我？哎呦，你无听人咧讲哟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。啊，我是越看越满意。不一样。看起来，嘉豪甲彩玲应该已经做伙了。早会，有时阵缘分的代志真歹讲，无得卡慢一卡步，一切都拢错过啊。有什么代志，等来找我再讲，好。